今天是5月12日，我们来到了竹地市场卖玉子烧最有名的松露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买了。爸爸，为什么？早餐吃了太多饭店的饭团，太好吃了，现在吃不下。饭团可能有吃6颗、哦、我也有。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定价好了，它的定价其实我觉得还 OK， 不会很贵啊，尤其是应该是370块，最有名的可以吃2个，我觉得很 OK 啦。好，爸爸，你帮人家录制一下。好。我吃不下。